然后我就再三说，那你要跟 Selina 他们公司确定说，万一我们整集就是离题，在那件事情对这件事，我反而想说你会不会介意？我其实不会很介意，我想唱片公司应该比较介意，但是我必须说，你要不要稍微掩盖一点你嘴角的笑意？这么高兴啊！我觉得我们都太像看好戏的心情了。我觉得我不是看好戏，不能用那么负面词。是是。我觉得我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切，这不就是看好戏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很荣幸啊，就是你讲一下火山爆发，就是虽然只是我虽然是我邀，可是我的意思说你们。竟然愿意都愿意给算是给我这个面子，我觉得很荣幸啊，又觉得自己又很有福气。好，我们欢迎这位神秘嘉宾。耶耶耶要去参加一个在场外的某个活动，然后那天非常的冷，对，然后我记得他好像就把他的那个白色的西装外套脱下来，然后就睡了，然后就说你，因为我就表现出很冷，好像是在中正纪念堂那一类的，户外的活动，然后他就把外套借我披，对，然后就是那一批我就，你知道就，好像还有留个小字条，谢谢，这个很美好的回忆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字条我应该还留。可是我不记得放在哪里，我如果有一天找出来，我一定拍，我传脸书给你看。我不相信你还留着。他一定会，我如果找出来，我一定会发给你看。